第二首歌呢是关于笑声的，因为笑声有三种嘛，一个是哈哈哈，嘻嘻嘻，还有吼吼吼，所以呢我们想收集一些笑声在歌曲里面，让大家和我们一起有互动，这样对就听这首歌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参加，然后一起笑这样。有一个表演是邀请我们，差不多约要签了的时候，他突然说不行，但是我们机票都买了，所以干脆说啊，那就来一个旅行这样。然后本来 VS Media 跟 Made in Hong Kong Music 已经说了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去表演，已经说啊可以赞助你们的机票，就算是我们取消了，他们仍然说啊可以 sponsor 你们，我们真的非常感动。台湾的乐迷朋友们你们好，我们是谢千彤谢千磊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乐，可以到 YouTube 搜寻 TSECHINTUNG，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 Facebook， 你们如果喜欢我们的也可以 like 我们的专页来接受更多的消息哦。好了，拜拜拜拜。